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宁，我现在在新疆若羌，我在这边做玉石和土特产，然后呢，今天下午和晚上，然后三哥还有张哥还有我弟弟，一共大概有七个人左右，然后就要到若羌了，然后终于可以进沙漠挖玉赚钱还债了。好，咱们现在去开房吧。圆圆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不愿意走啊？你怎么了？你跟我说，走走嘛，来握手握手，再握手，这只换这只，来握手握手，这只握手，这只来走，没刺，走着走着就不愿意走，然后和他握一下手，他就要走了，又开始不愿意走了。来握手，握手，握手，来握手，好，走，好神奇啊，又不愿意了。你是猪吗？请问啊，秋田猪，来握手，握手，好，握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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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世界上最可爱的秋田小公主，你看你把自己弄得浑身脏兮兮的，走。你好，请问有人在吗？有没有四个标间？自己也去吃那个路边的草，然后吃了以后，然后又把他自己恶心到了。圆圆，圆圆，你怎么这么奇葩呀？啊，恶心到都吐了。好郁闷啊，这个沙漠小城里面它没有宠物店，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给圆圆洗个澡，然后也没有电影院，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有看到电影了，这个沙漠小城没办法，还是相比内地还是比较落后，但是这边空气好，水好。弟弟他到了啊，看看，那么一堆人，就他那个头最亮，因为他个子特别的高。咱们张大哥，还有三哥，这几位新来的我还不认识，以后慢慢在沙漠里面挖玉就认识了。来，开吃了，开吃，开吃，谢谢。来，都是一块搞吃的，大家开心。我不喝酒啊，跟着石友们在一块玩的，活的不知道是活老了活年轻，把辈分给搞乱了。你看以前都喊张大爷，到这来这些小妹妹小弟弟们直接把我喊成大哥了，我的天！年轻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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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感觉很亲切呀、啊？非常亲切。张大哥，你我觉得你应该把你那个微信备注改一下，你改成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。他做到，他你天天都是星期天。我这个名字，我这个名字也挺震撼。我也值这个名字值得看，天天都是星期天。天天都是多潇洒。那是都自己开心，哪那么多星期天呢？那累得贼死了。